Dior Moon 北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来了，护肤品、美妆品、时尚大牌全年低价大促，狂撒百万金币。Costco 十月海报来了，我们翻遍所有产品，帮大家盘点出 Costco 本月必买好物。本次超值折扣将于10月25日结束，大家抓紧机会下手哦。我们还会带来 Target、Best Buy 以及 Walmart 的每月海报必抢好物推荐，所以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Oral-B 电动牙刷两支装套装， Costco 现有 Oral-B Genius 电动牙刷两支装，一黑一白，现价$99.99。牙医都推荐的 Oral-B 电动牙刷，圆形刷头设计完美包裹每颗牙齿，并采用了 3D 清洁技术，先通过声波震动来松动牙菌，再通过旋转将其扫走，配有6种清洁模式，可满足各种清洁需求。这个套装中还有2个电动牙刷、4个刷头、2个充电器、2个旅行盒。这款电动牙刷还可以在 App 中显示正在清洁的牙齿部位及清洁进度，统计每天的刷牙数据，让你全方位掌握自己的口腔清洁。英甲榨汁机，超级好用的家庭榨汁机，能打出最顺滑的蔬果汁、汤、冰沙等等，将食物在数十秒内彻底击碎，还可以轻松搅碎冰块等冷冻蔬果食材，利用它可以在家做出花样饮品，容量较大，适合全家人一起享用，易拆卸易清洁，有了这款榨汁机生活更加方便快捷哦。费列罗巧克力48颗装，爱吃费列罗的小伙伴们不要错过，外层为香浓巧克力，内有松脆威化及香滑榛果可可酱和原粒榛果，带来多种口感享受。这个48颗礼盒装，过节送人或者摆在家里自己吃，招待客人都很适合哦。落地灯，这款3头设计落地灯，说是装饰品也不为过。铜质表面显得优雅又稳重，设计带有一点工业时期朋克风，高72英寸，3头 LED 灯设计满足装饰与照明的需求，适合家里走复古路线的小伙伴们。Ubiolabs 充电底座2套装，随着身边支持无线充电设备的增加，单独一个底座已经不能满足手机、手表、耳机等充电的需求了。这款 Ubiolabs 提供最大10瓦的快充，可适用于三星 S6 或更高版本、 iPhone 8或更高版本手机，还能给耳机、手柄等设备充电，自带6英尺长度电线，不用担心线不够长哦。Gotham Steel 陶瓷涂层不粘锅2件套，不锈钢主体材质，表面涂有超光滑陶瓷涂层和耐用钛合金涂层，可以放入500华氏度及以下的烤箱，也可以直接放进洗碗机里清洗，一点也不娇气。套装中含有10英寸以及11.5英寸大口径平底不粘锅，大小适中，重量适中，用起来非常顺手。Nature's Bounty 强化版头发、皮肤、指甲营养胶囊250粒装。Nature's Bounty 这款维生素片可以提供使头发、皮肤和指甲营养平衡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抗氧化剂和其他营养物质，有助于保持光泽的头发、健康的指甲和充满活力的皮肤状态，散发出由内而外的强健体质。Keurig 胶囊咖啡100粒装。用一杯香浓的咖啡开启新的一天，超级幸福，有没有？ Keurig 胶囊咖啡100粒装有4种口味，每一款都拥有独特的香浓口感，不发酸，不苦涩，符合大众口味哦。搭配 Keurig 胶囊咖啡机煮出来的咖啡，香气洋溢满屋，方便快捷，绝对是懒人的福音，适合生活节奏快，同时又追求生活小细节的小伙伴。以上就是十月的 Costco 月度超值推荐，希望能给大家的买买买起点参考作用，省钱约等于发财，祝大家购物愉快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分享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